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万通的网秀。万通网秀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调试以及试运行，现已全面上线。我们网秀的登录方式呢有这么几种：网页版的网秀呢，直接输入网秀地址。我们网秀的地址呢是3w.深圳万通的首字母啊，深圳万通培训的首字母，然后呢，点 CN 啊。我们的域名的后缀呢是 CN 啊，不是 COM。3w.深圳万通培训的首字母，点 CN 啊，然后点击回车，也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网校首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万通网校的首页，左边这一排是我们网校内容的一个一级菜单，这边有高清视频教程、电路原理图纸、维修框架图纸、苹果维修案例，还有国产维修案例、对地组织图集、工厂维修资料、电路入门分析，当然还有万通的点位图下载。然后我们上方的这一条，分别有网校资讯啊、班级列表、课程列表、讨论小组、公开课，然后网站的右边呢，这边有我们的网校的客服啊，还有网校的一些交流群、网校的联系电话，还有我们万通学校的公众账号。网校最下方是我们的讨论小组。然后我们网校的正中间呢，有这个最新课程、推荐课程、热门课程以及免费课程。我们网校呢实行的是会员制啊，点击这里会员，可以看到，我们会员呢是分为三个等级的，分别是普通会员、中级会员以及高级会员。普通会员的定价呢，在我们这个网校推广期间，暂时定价为980元每年。然后中级会员呢是1800，高级会员是3800。具体的服务项目啊，在下面呢都有写，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当然，我们这个网校推广期间，这个价格呢，每一个级别呢都是有优惠的，后期呢会考虑适当的涨价，这个也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回到首页啊，先来看一下。那么我们高清视频教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主要有这个工具仪器的使用、手工教程，还有我们电路基础教程、手机原理教程，还有维修方法的介绍、主板的维修案例、班板硬解的教程，还有屏幕修复的教程，以及指纹修复的教程、手机软件教程等等。电路原理图纸这一块呢，主要包括苹果系列电路图、三星系列、华为系列、OPPO、vivo，还有小米以及其他一些国产机的电路原理图纸。维修框架图纸呢，主要是以苹果系列为主啊，还有以及其他一些国产机的框架图。维修案例，这里的维修案例呢，不是视频案例啊，是我们的一些
文档性的一些案例，当然包括我们苹果全系列的以及部分国产机的一些维修案例。当然，这两个一个是苹果维修案例，一个是国产维修案例。国产的里面呢，主要包括了三星、华为、OV、OPPO 和 vivo，还有小米系列、魅族系列以及其他机型的。那我把这个三星呢，也归到这个国产维修案例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系统来划分的，因为这些都是以安卓系统为主的。然后还有一些对接组织图集，大部分呢是以苹果系列为主，还有我们工厂级的一些维修资料，还有电路入门分析。这里面呢，包括入门的精通、苹果故障分析、翻版流程说明、电路分析资料、iPad，还有屏幕软件的一些资料。在这里呢，还有万通点位图的一个下载链接地址。如果是我们网校会员的话呢，都可以在这里点击进行点位图的一个下载。那么上面呢，是我们的一些班级列表。我们网校呢，现在总共分了6个班啊，有初级理论班、初级手工班、中级理论班、中级手工班，还有高级理论班、高级手工班，这6个大班。初级理论班就主要是以零基础的一些基础知识为主。这里呢是主要针对我们零基础学员，刚入行的一些学员呢，进行一些理论基础的初步学习。初级手工班也是针对我们零基础的一些学员，我们开设的一些手工视频教程。中级理论班和中级手工班呢，是在我们初级理论班和初级手工班的基础之上，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提升。高级理论班，这里主要是以这个国产手机的原理和这个最新技术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高级手工班的话，主要包括屏幕修复，还有我们实际故障的一些维修案例，以实际故障维修为主进行一个讲解。班级这一块呢，总共分为6个大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列表。课程列表的话，这些内容呢，在我们这个首页的一级菜单里面呢，已经列出来了，包括我们的高清视频教程、电路原理图纸、维修框架图纸等等啊，就包括这些内容。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呢是一级菜单。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一个课程的定位和查找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视频的教程的一个观看的话呢，在这里先点击高清视频教程。点完之后呢，在下方会弹出二级菜单，这里面有工具仪器的使用、手工高清教程。还有电路基础教程、手机原理教程等等。到二级菜单以后呢，我们这个课程呢还是没办法快速的进行定位。那么我们再点击这里，点击二级菜单将会弹出来三级菜单，在二级菜单下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级菜单。在三级菜单里面，我们再点击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以这个电路基础教程为例，三级菜单弹出来的分别有电路基本概念、电阻元件介绍、电容元件介绍以及电感元件介绍，直到我们最后的晶体振荡器，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电路基础教程里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点击电路基本概念，
然后就可以弹出来我们相应的课程。那么电阻元件介绍呢，也会弹出来相应的课程。在这里呢，我们点击我们要观看的相应课程，就弹到了我们这个对应的课程界面。当然，如果我们还没有进行登录的话，或者没有进行会员注册的话，我们这些课程呢都是收费的。我们网校的收费呢是分为几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每一节课，每一个小的课程呢是可以单独进行购买和观看的，也就是单独收费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点击相应的这个班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基础入门课程为例，点击相应的班级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购买班级的课程。每一个班级的课程呢，价位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想学习我们网校所有的课程的话，那直接在这里点击购买会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网校所有的这个课程，然后还是回到这个课程列表啊，高清视频教程、电路基础教程，然后随便点进一节课呢，先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电路基本概念，点击第一课，点击完以后呢，如果是会员的话，我们点击这里目录，当我们现在没有登录啊，没有登录的话呢，它会提示你进行登录。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呢，点击这里进行账号的一个注册。关于账号注册和登录呢，我们待会再说啊，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我们手工高清教程里面呢，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点击手工高清教程的二级菜单啊，我们来看一下三级菜单里面都包括的一些内容。手工高清教程里面呢，都包括如何学习手工，组装元件的拆装，接口座子的拆装，以及到最后主板飞线的一些技巧。也就是说，我们手工高清教程里面呢，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能牵扯到的一些手工方面的一些技巧以及方法。电路原理教程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是以 iPhone 5代的、iPhone 6代的以及 iPhone 6s 的这三款机型呢，都有完整的全套的理论教程啊，都包括在我们网校内部。当然，我们 iPhone 7代的原理呢，现在暂时还没有放上去。我们过一段时间呢，会录制完整的 iPhone 7代的这个所有的原理，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大概的先浏览一下。还有我们这个翻版硬解的一些教程，还有我们主板的一些维修案例啊。我们这个网校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一些实地班的教学内容，几乎我们网校上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们在这里呢来看一下，这里有个讨论小组，也就是说大家在平时看视频教程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呢都可以在这个讨论小组这里进行提问，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呢会对你们所提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啊。比如说这里呢就有一个学员在提问，对地组织怎么样进行测量？
我们是由老师呢进行相应的一个回复的。讨论小组就是给大家建立一个相互交流这样一个探讨的学习通道。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公开课啊，所有的公开课呢都是免费的，而且不用任何的登录和注册呢就可以看得到。放公开课的目的呢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教学实力和教学水平。比如我们现在随便点开一个公开课呢，可以看一下，这里公开课放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电荷泵电路，还有我们的6S 振动马达的一个原理的一个讲解。打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这个公开课的视频内容。当然，我们这个视频呢清晰度是可调的，默认呢都是自动，这里有自动、标清、高清，还有超清，清晰度可调。好，这就是我们网校呢一个大体的一个操作界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网校上面进行一个注册。然后我们网校呢是支持这个客户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安装一个 IP。在 APP 上呢进行网校课程的一个相关的观看或者学习都是可以的。APP 的具体操作，我们在后面一点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注册。这里的注册呢不是指注册网校的会员，而指的是就是网校的一个普通注册就是你想看网校里面更多的内容或者更多免费内容的话呢，就需要进行一个账号的注册。如果想升级会员的话呢，可以直接点击购买会员。如果暂时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网校的内容的话呢，就在这里先注册一个网校的账号。注册的时候呢，这里需要填写手机号码、用户名、密码以及短信验证码。那么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示范在这里呢我们输入电话号码，然后在这里呢输入一个用户名，当然你也可以给自己起一个比较帅气的用户名。我们在这里呢先起一个万通网校。然后输入密码，点击这里获取短信验证码。然后我们输入右边的这个验证码，如果这个验证码这边的符号你看的不是很清楚或者看不清楚的话呢，点击一下就可以更换，直到点到你能看清楚为止。就。WWC W，然后点击确定。这里显示短信发送成功，我们在手机上呢接收一下这个短信。那么我们看到手机上的短信呢是812925，我们在这里输入短信验证码812925。然后点击，验证码错误，再看一下，812925，28了，写错了，812925，OK。这验证码输入正确以后呢，在这里点击注册，
那这里呢，要求你输入真实的姓名，还有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以及性别啊。在这一步需要验证真实的输入真实姓名以及身份证号码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我们往下后期有可能会实行这个实名认证啊，所以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把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呢都要进行输入。因为只有实名认证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有效的进行网校的一些管理，以及我们后续更为周到的这个网校的服务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呢，输入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好，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我网校网站的网页的右上角，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学习，在这里点击一下我的学习，这里有我的课程、我的班级、我的问答、我的话题，还有我的笔记，等等。然后点击头像这里，进行个人设置。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比如说像我们头像设置、实名认证实名认证的话呢，需要提交身份证的正面以及身份证的背面，身份证正面的照片和背面的照片。当然，这里呢还可以进行安全设置，安全设置这里呢，需要进行设置的有支付密码还有安全问题。当然，我们刚开始呢已经绑定手机了，手机是绑定的，这个就前两个打勾的这个呢就不用管。那我们重点需要设置支付密码或者是安全问题，这两个需要进行一个设置，因为我们在这个网校进行课程学习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定的课程购买需要进行现金支付的，所以我们这里呢，这个支付密码呢，一定要把它设置上那支付密码的内容呢，和这个登录密码不能设置一样的，最好是和登录密码呢要有区分。我们在这里呢先输入登录密码，然后设置一个支付密码支付密码当然你可以把它设置的复杂一点。点击提交，设置成功。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呢，可以把这个安全问题这里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设置我在这里呢就不再给大家设置了，你们自己呢下去之后设置一下就 OK 了。这里还可以进行邮箱的一个设置设置一个邮箱呢就是。也可以作为登录账号来使用当然，如果有什么需要修改密码的、需要发信息的呢，也可能会发到我们这个设置的邮箱账号里面去。在这里呢，也可以进行邮箱的设置好，然后在这里呢，再点击个人主页，个人主页这里呢，就会看到我们的个人的介绍在学的课程、在学的班级，以及收藏的课程、加入小组关注你的粉丝是吧？你关注的或者是别人关注你的，会在这里呢都会有显示。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账户准星因为你购买课程的话，所有的购买课程的记录呢都会在这个账户准星里面有所体现包括你的订单我的订单，已付款的待付款的，都会在这里呢会有记录，还有我的卡包、优惠码学习卡，还有会员记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账号呢没有开通会员，所以这里呢没有会员记录。如果你是在这个
网校这里点击会员啊，在这里进行立即购买的话，在这里呢会弹出一个会员购买的一个链接啊，这里会员购买，会员等级呢分为普通会员、中级会员、高级会员啊，每个会员的价格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点击选择相应的会员呢，在这里输入购买的年限，是我们是以年进行计算的，是一年、两年是吧？还是3年？嗯，你自己来选。嗯，当然我们默认的都是选1年是吧？然后确认购买。如果没有这个优惠券的话，有优惠券呢就输入优惠券的这个券码，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用管它。我们点击购买这个普通会员1年，980，在这里呢点击提交订单。付款方式呢有两种啊，一种是支付宝支付，还有一种呢是微信支付，这两种支付方式呢都是可以的。我们点击支付宝支付，这里呢就会弹出来一个支付宝支付的一个扫描二维码，通过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进行付款。或者如果你不想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里点击登录账号进行付款。如果你在这里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支付密码，当然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呢是用扫描的方式呢进行付款的。OK，当然这里呢我们就不再付款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微信的支付。微信支付的话呢，点击微信支付，然后这里呢提交支付，会弹出一个微信支付的这个二维码，用微信的扫一扫呢，扫一下进行支付就 OK 了。这是开通会员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学校内部学员开通会员的话呢，也可以进行联系学校呢，学校给大家直接添加这个账号就可以了，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呢进行购买。那这个地方呢只是对外的一个购买窗口不是对内的。好，我们回到网校的首页。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注册了这个网校的一些，已经注册了网校但是注册的不是网校会员。那注册网校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呢。下次登录的时候，这里我们网页的右上角直接点击登录，然后这里呢会弹出来一个登录账号是吧？账号输入账号密码，那你在这里可以点击记住密码，也可以点击取消那么我们就点击记住密码，下次就直接可以登录了但如果你在公共电脑上进行登录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在这里点击记住密码，把这个记住密码这一项呢要取消掉。不然的话，你登完之后呢，别人也可以登了。如果是在自己家的这个电脑或者自己私用的这种电脑上进行登录的话呢，可以点击记住密码，然后点击登录这是我们登录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给这个账号呢开通一下会员，开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会员呢如何进行课程的一个学习。我们刚才给这个账号呢已经开通了会员了。开通会员以后呢，我们点击头像这里，然后点击账户中心，这里呢可以查看到我们的会员记录。会员记录、购买日期购买时间，还有我们的到期时间、购买类型、会员等级、开通时长。这里显示支付费用为零这是因为我们在后台直接开通的没有进行购买，所以这个账号呢是用来进行测试的，就是给大家演示用的。如果你自己是直接在线支付的话呢，在这里会显示你的购买金额。我的订单里面呢，这里有一个未付款，也就是我们之前呢在测试的时候呢。
点击这里啊，点击这里的会员呢进行购买的，因为并没有付款，所以这里会显示到我们这个订单的一个详情。在这里啊，点击我的学习，点击我的学习，然后在这里看一下在学的班级啊、问答话题。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加入班级，我们点击班级列表啊，比如说我们要从最零基础呢开始啊学习这个，点击这个普通会员啊免费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入班级了。加入班级以后，班级里面所有的课程呢都可以进行免费的学习。当然有人说我这个不购买会员啊，或者是只购买班级，或者是只购买单个的课程，可不可以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呢进行购买啊，这个是非常灵活的。好，我们加入这个班级啊。加入维修高手，园林深造班啊。加入以后啊，我们把这个下拉呢，下拉列表啊，一直往下拉啊。这个班呢，我们是从第18课开始的，然后我们先点击第18课。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学习，在这里有一个目录啊，讨论区啊，笔记、资料区、评价啊，介绍，就是大家可以对我们的课程呢进行评价啊。在这里呢，如果有什么相关的资料的话，在这里可以下载资料，也可以自己呢在这里做笔记，也可以进行讨论啊，课程的一个讨论。那我们先看目录。我们第一个目录呢是我们的视频教学内容，第二个目录呢是我们的考试啊，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课程的一个试题。我们先点择，先点击第一个任务，这里有任务一啊，任务二，点击第一个任务。点击第一个任务以后呢，我们视频呢就开始播放了，然后在我们的视频播放的右边，这里有目录、笔记、问答，然后点击一下目录。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东西。当你把这个课程学完以后，呢，我们点击第二个任务，就是把这个对应的课程呢进行一个测试啊。然后我们这个考试的试题呢进行，这里有个考试说明啊，本次考试共20道题，总分呢是100分，60分及格。请在35分钟之内作答。我们在这里呢，点击考试，开始考试。考试的时候呢，在右上角这里呢，有一个倒计时的地方啊，35分钟倒计时。然后这里呢有20道题啊，把这些题呢全部做一遍，来检测一下，看一下你对这节课的学习呢。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学到位是吧？那我们试着呢做一下题啊。然后第一题，那我们的题目的类型呢有这个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啊。这三种类型的题目呢是在你作答完之后呢可以立刻马上给出来这个分数的啊。如果当然我们题目后面如果有包括这个填空题、问答题啊、材料题等等这种的话，就需要我们老师呢进行亲自阅卷啊，才可以给你分数。但是我们通常出题的话，都一般会出这个单选啊、多选、判断啊，以这种形式出题的话，你们可以及时的获知你们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情况。
我们把这题呢先做完，我看估计做错几道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故意做错几道题。那么我们把所有的题目做完以后呢，检查一遍啊，检查一遍，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里点击马上交卷，确认交卷。然后我们这个交完卷之后呢，分数呢立马就可以出来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分数啊，以及你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还有做对了几道啊，做错了几道。你看这个多选题，做错了两道，其中一道漏选是吧？得分每一个选项，每一个题型呢得分多少分？这边可以看到总分多少分。我们看，点击第八道题呢是错的是吧？点击第八道题在这里直接点八就跳到第八道题，那错在哪里了是吧？第九道题。当然，如果你对你做题呢不是很满意的话，或者在这里直接点击只看错题就会把错题呢筛选出来，你可以进行一个错题的观看如果你对你考试的结果不是很满意的话呢，点击这里再考一次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考了考完以后，在你的这个还是一样。点击我的学习，在这里点击我的学习，就可以看到你学习的一些课程全部会被加载在这个你的后台当中你学完了哪些课程学习中的是哪些课程，在你的后台呢都可以看，直接都可以看得到。那你加入了班级你加入了哪些班级？你的进度比如说，我现在呢，当前是加入了两个班级，一个是零基础，一个是高手维修原理深造，加入了这两个班。那么已经学习了几天这里呢都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还有你的问答，如果你在我们网校上有进行提问的话呢，在这里都会有显示。然后包括老师有没有回答呢？你在这个后台上呢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你参与讨论的话题。课程的话题以及班级的话题，还有我的笔记我的作业，我的考试当然我们考了两次是吧？第一次考到90分然后第二次考的时候没交卷，那可以点击继续考试。还有你加入的一个小组等等。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包含考试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后期所有的这个理论课程呢，都会陆续的把这个考试的试卷呢给大家做出来所以我们在学习完每一个课程之后呢，我们都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测试一下我们学习的效果，看一下怎么样。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网校的一个优势看怎么样进行理论课程的一个深入的学习，或者学习的效果达到更好呢？我们在这里呢，先点击高清视频教程点击一级目录之后弹出来二级目录，在这里呢点击手机原理教程点击 iPhone 5电路原理分析。五代的教程呢是做的最详细的，因为六代的教程和6S 的教程呢是基于五代的教程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拓展的一个讲解的，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苹果的这个怎么说其实苹果的这个所有的原理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五代，你把五代学会之后呢，学六代、6S，以及学我们后面的这个7代的时候呢，其实原理大体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没必要说是进行一个每一个机型呢做详细的讲解这是完全在浪费时间。当然，我们在这个网校里面最基础或者是讲的最详细、最详细的。
一个机型呢，就是五代的机型。你现在学习五代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特别你是零基础的话，因为学习五代的话，你买五代的练手板，啊，就是练习五代的手工以及学习五代的原理的时候呢，可以极大的降低你的一个学习成本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大家可以先从五代呢开始学起，啊，因为五代的理论是非常详细的，加之现在五代的这个练手板呢，成本又很低。我们可以用最少的成本呢，达到最好的效果啊，也不是说你一下子来我们就整这么高大上的，什么整七代呀、整6S 啊，因为七代现在本身的话，主板你去买这个练手板的话，费用就很高啊，无形中就增加了你的一个练习的成本。那么我们从六代开始行不行呢？你说我们现在五代都基本上都不修了，五代都淘汰了，为什么要学五代是吧？你直接从六代6S 开始行不行？当然，这个具体呢要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了。如果你比较有钱的话，你从七代开始，我们都不拦着你，是吧？这都无所谓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特别是新手啊，零基础的，因为你要进行大量的练习，你需要买大量的板。那么这个时候你从六代或者6S 开始呢，就不太好啊，因为会极大的增加你的学习成本。那么我建议呢，还是从五代开始，一直到我们五代。在我们网络课程中呢，首先我们在这里呢讲解的是非常详细的啊，其次呢，你去进行练习的时候呢，对你的练习成本和费用呢是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的啊，可以极大的节约你的这个学习成本啊，学习费用。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五代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找到最前面啊。所以五代的课程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从第19课开始的。第19课呢是 iPhone 5的开机原理啊，第一节课。然后我们点击第19课，点进来以后呢，点进来以后啊，点进来以后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呢，会员免费学习啊，先点一下这个会员免费学，但这里呢就可以开始学习。在这里点击目录啊，任务一，点击一下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教程。当然，我们在这个屏幕的右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目录、笔记啊、问答。你在边看视频的时候呢，可以边在右边呢做笔记啊，边做笔记，而且这个笔记呢是可以保存的。如果你在看的过程中有随时看到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在这里。可以提问，提问以后呢，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呢，会给大家呢做一个解答啊。当然，如果你没有疑问的话，就可以不用提问了。在这边做笔记呢是有必要的，你可以在边看边学的过程中呢做笔记。有些人说，我们在这个视频的观看过程中，可能那么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课件呢？是可以的啊。大家看到我们右边这边呢有这个。选修啊，这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们五代开机的方框图，一个是我们五代开机的原理图。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技巧啊，就使用网校的一个技巧，把这个网校的这个框呢先缩小啊，缩小以后，鼠标左键点住第一个选项，然后不要松手，然后往外拉，拉到外面之后呢，我们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窗口啊，然后把这个呢再拉出来啊，我们就这个时候呢是两个网页了是吧？两个网页啊，这两个网页呢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相当于调整成一个屏幕啊，两个窗口，好，然后把这再点一下目录啊，把这边关掉，缩小。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了啊，看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在这边点出来一个，这边左边呢是视频教程啊，这老师在这里讲是吧？然后右边呢，我们可以自己打开这个图纸啊，把这个图纸呢进行一个缩放是吧？打开啊，缩放，或者自己呢进行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图纸的一个观看啊。我们的教程用的一个方框图啊，在这边呢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方框图的缩放呢，是因为这个是 PDF 文档的，缩放的时候呢，你们需要按住这个键盘上的这个 Ctrl 键啊，然后加鼠标的滚轮啊，滚轮进行缩放啊，按住 Ctrl 键，按住 Ctrl 这个按键，然后呢，再按滚轮的上下是吧，使滚轮呢转起来，滚轮往前走呢是放大，然后滚轮往上走呢是缩小啊。移动的话呢，其下面有两个这个滚动条啊，滚动条向右移动啊，来移动这个图纸，然后滚动条向下移动啊，也可以进行移动。当然，如果你不按住任何键盘的键，然后只移动这个滚动条的话，只移动这个滚轮的话，鼠标上面滚轮的话呢，可以进行上下的移动啊。然后这是左右的移动。那么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边看视频教程啊，边看视频。啊，边操作我们视频里面的这个教案啊，图纸，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主动性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图纸呢是非常高清的啊，也有可能我们这个视频呢可能有些地方啊，就个别的地方呢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翻动这个图纸啊，把它进行一个详细的观看，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呢，可能你看视频可能看不清楚啊。那么看我们这个配套的这个图纸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看清楚。当然，如果你这个在这边呢，这是图纸啊。如果你想看原理图的话呢，在这里啊，再点击这边的这个目录，打开我们的原理图啊。也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看原理图啊，也可以看这个什么方框图啊。OK，这个原理图是支持查找的啊，在这里呢，输入你要查找的东西呢，就可以查找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呢需要查到的 J6 啊，这个电池座，老师现在在讲的是什么？J6 是吧？啊，电池座这里，那么我们在这里输入 J6 啊，就可以直接就找到啊，找到我们的电池连接座。啊，在这个地方看到没？啊，在这个地方，电池接口啊。那如果你想看这个方框图和原理图，同时想看怎么办嘞？在这边点一下目录啊，把这个方框图呢再拉出来啊，拉出来。拉出来放在这个位置，OK，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我们现在这边是原理图啊，这边是方框图，两个图都可以同时打开啊，两个图同时可以看啊，两拨物，OK，啊，这就是我们网校理论视频的最大优势啊。可以边看视频，边看原理图，边看方框图啊，而且呢，还可以进行模拟测试啊。如果你整个课程学完之后呢，我们这里面有配套的这个试卷呢，可以给大家呢进行一个测试，这是我们网校啊最大的优势，可以说就是相当于是怎么说呢，和线下学习呢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比线下学习的这个效果呢还要好啊！这是我们在学习课程的时候呢是这样学的。当然，如果你不想看这个图纸的话，只是想看这个视频教程的话呢，那就把这个视频教程放大啊，放大之后呢，在这边进行一个视频教程的观看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点击学过了是吧？你已经学过了。点击学过了以后呢，这里会显示恭喜你啊，这个课程呢你已经100%的学完了啊，给你点个赞是吧？当然你觉得这个课程如果比较好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分享啊，分享到微信或者分享到 QQ 啊，还有空间啊和这个微博都是可以的啊。这里点击学过了是吧？
OK，那么学习进度呢？这里会显示，如果你学到百分之多少或者百分之百的话呢，这里学习进度会显示百分之百啊。那这里还有讨论区、笔记啊、资料区、评价。那么你在这里呢，也可以给老师的课程呢做一个评价啊，比如说讲得非常好，是吧？点赞啊！发表评价啊，保存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评价啊。当然，这里还有讨论区啊。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你可以发表话题啊，发话题或者提问题都可以啊。比如说你要提问啊，什么地方没学懂，或者什么地方有疑问，在这里呢，输入你的标题啊。然后呢，输入你的问题内容啊，那尽可能的描述详细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老师呢才可以给你做出来一个，做一个回复，是吧？OK，这是课程的学习啊。哎，你们观察一下，我们这里点击全部是吧？我们网校的资料是非常。网校的课程呢是非常的系统和完善的啊，特别是我们的视频教程啊，当然在这里呢是分为三级目录的啊，三级目录，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第一级目录啊，这是第二级目录，这是第三级目录，通过三级目录呢可以快速定位或者查找我们的所学的一个课程，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查找起来比较麻烦的话呢，怎么办嘞？直接在这里呢输入搜索啊。我们在网校的最上面呢有个搜索框，比如说你现在已经看到第十九课了，是吧？你今天看的，昨天看到第十九课啊，那么你今天呢可能要看第二十课，怎么办呢？你在这里呢直接输入二十啊，就可以点击搜索啊，就可以呢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二十课啊，第二十课的一个内容啊。当然我们二十课呢分了好几个小节啊，你看，先找对地方。第二十课第一小节啊，二十课第二小节，二十课第三小节，二十课第四小节啊，然后点击第二十课第一小节，一样的啊，先点击这个会员免费学是吧？加入课程，然后在这里呢点击开始学习啊，就可以打开啊。当然，有些课程呢是不需要有方框图和这个原理图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添加。还有，如果在我们没有添加这个方框图和原理图的这个课程上，你怎么样进行这个方框图和原理图的一个查找呢？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啊，点击这个什么首页的这个手机维修框架图纸啊，或者手机电路原理图纸。在这里呢，我们先点击维修框架图纸，点一下啊，不要点里面了啊，直接点外面。维修框架图纸，点击一下啊。那么我们当然要看的是什么嘞？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一级目录和二级目录，这样的话我们要找的图纸呢，好像没有是吧？不好找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点完一级目录以后呢，要点击二级目录啊，点击苹果系列方框图。这里呢会有相关的一些更细致的分类啊，我们点击我们现在要学习五代的是吧？那么就在这里呢点击五代的方框图啊，不知道你现在上的第几课了是吧？它需要配套的所有的方框图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所有的方框图啊，所有我们理论课的方框图在这里都能找得到。啊，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硬盘电路是吧？或者呢，我们开机方框图是吧？开机方框图单独在这里也可以打开啊。我在这里呢，我们点击加入学习啊，然后开始学习啊，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框架图啊。当然，你可以把它单独拉出来啊，和我们视频的配套使用啊，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苹果维修案例呢，点击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维修案例，
这维修案例呢，不是视频教程，是我们的这个文字啊，文字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打开一个 iPhone 6s 开机10毫安定频的维修案例啊，然后会员免费学是吧？点击打开啊，这里呢就会有一个简单的标注啊。6S Plus，然后开机10毫安定频的一个维修案例啊，哪里有损坏呢？这个是别人之前修过的一个啊，Y60Y0600 这个损坏呢引起的啊，还有很多的案例啊，有非常多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我们工厂级的维修资料啊，苹果系列的。等等啊，等等。然后网校的资料是非常全的啊，是比较全面的。然后点位图从哪里下载呢？点位图从这里，点击一下点位图下载啊。如果是非会员的话呢，需要收50块钱；而会员的话，这里是免费的。点击进人，会员免费学啊。然后在这里呢，有个点位图下载。下载的一个文档啊，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个我们点位图保存的一个链接地址啊，你可以去那里呢，把点位图呢下载下来。当然，我们这里啊，其实还有呢，我们网校上方啊，上方这个导航栏上面呢，还有网校资讯啊，然后我们网校上面呢会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资讯啊。啊，我现在录的呢是这个视频版的这个，网校的使用说明，然后后期呢会把这个视频版的说明呢转换成文字版的，所以大家就看这个网校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呢，在这里可以查看啊网校的操作说明，当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网校呢发布的一些行业动态啊，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啊。关于 APP 手机 APP 的一个使用啊，就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使用的话，我们会把使用方法呢告诉大家的。那么具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客户端呢？下载手机 APP 的话呢，先在这里啊，点开我们的客户端，可以用微信扫码啊。不过你不管是微信扫码还是怎么样的啊。它都会跳到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去，所以你直接要么就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面啊，安卓系统的和 iPhone 系统的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应用手机 APP 呢是支持安卓和 iPhone 的这两个操作系统啊。进入应用商店以后呢，比如说像这里，我们打开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是吧？应用商店啊，打开以后呢。在我们这里面点击搜索啊，搜索到阔知学堂，然后这里的 APP 界面呢就会弹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呢点击下载安装安装，安装完以后在手机上呢就会显示一个这个阔知学堂的一个 APP 啊，点击阔知学堂啊。这里是我们 APP 的一个欢迎界面，然后在这里呢，它需要让你搜索网校啊，或者呢在这里手动输入网校。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或者啊，再或者就是在这边有个二维码的那个扫描框，在这里点击一下二维码扫描，然后在我们网校的这个下方啊，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在我们网页啊，网校网页版的这个上面呢，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扫描完以后呢，扫描完以后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手机 APP 啊。当然，如你也可以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呢，直接手动输入万通手机维修培训啊，
或者万通网校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在这里呢，你点击搜索，搜索它下面就会弹出来一个万通手机维修培训学校网校，是吧？点击这里啊，点击这里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校。啊，这是我们手机 APP 啊，具体 APP 里面的内容呢，和我们的这个网页版呢，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啊。但是网页版的话呢，它会功能会更全面一点，比如说你看这个视频教程也好啊，或者是进行讨论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也好啊，都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当我们看一些视频教程的时候。边看视频教程，又要边看原理图，边看点位图，或者边看这个什么方框图的时候，其实网页版是最有优势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以网页版为主因为作为手机维修的人员来讲的话，对电脑的操作呢，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技能，所以不要说你现在天天抱着一个手机在那里玩手机。只会玩手机，不会玩电脑啊，那你就不是很好，是吧？学手机的话，一定又要会玩电脑，还要会玩手机啊，两个都要会玩。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我们万通网校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里面还有更多更好玩的一些功能欢迎大家呢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摸索。那么我们这个网校，如果你用心的在里面进行学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学习的话呢，我相信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你所付出的这几百块钱呢，绝对是超值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松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心态，然后静下心来，慢慢的进行学习好，今天呢，我们就先给大家呢。简单的先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下节课呢，再见谢谢大家。